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也是谢谢大家站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就欣赏这首歌好了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 band 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帮我上豆豆我们粉丝团按个赞，里头都会有相关文字资料跟每礼拜 band 动态，然后打赏箱上面是我的明信片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免费索取。然后真的有想要跟我合照的话，可以到旁边过来跟我合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你。